那个粉丝页用抽奖的把它抽出去。对，今年应该是。然后我本来也忘记了，然后突然看到，球拍怎么还在我手上，然后就把它丢出去。你应该是第一次在台北我们丢球拍。没有没有，之前应该就都有丢过。他就是我这几站比赛一个结束，那我回去之后会再继续就是持续的训练，然后再去参加下一个比赛。因为现在就是奥运的周期，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比赛都非常的重要。家里氛围的力量中，地主优势应该是没有，因为毕竟比赛就是消耗，对，所以没有办法充电。对对对。